有点太近了。顶滑死。你看开都开得起来。我猜是开不起来。不过现在一开就开起来。那就不知道是怎样。就停了这个号。还没还没。还没。IPM。停了什么 3D 哦。好，这就闪一下。就下一个就可以了。闪避，闪避，那就停了。这是什么问题呢？CPU 坏了。